好，主席，继续请署长哈。来，苏六，来。署长你好哈。刚刚我们翁清楚委员在问，你这有五部哈，因为这五部的部分，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质疑哈。那在你整个做答询的部分，我们一直始终对目前我们要签订两岸医疗卫生合作协议的这所有内容啊、资讯啊，都非常的不公开，非常的不清楚哈，包括对于未来是不是有损害赔偿的一个机制，那这个也不了解。损害赔偿是有没有叫损害赔偿啊？人家是讲那个标准没有那损害赔偿。好，包括这边在跟你问的就是哈，因为马上就要跟对方去谈嘛，是。那马上要去跟对方谈的情况之下，那你的这个谈判的一些内容啊，一些资讯的部分。站在我们民进党很多的委员都不清楚，甚至包括国民党委员也不清楚了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我们当加工谈的当加工业谈判手段了、真的是输中国大陆输一大截。那这样子，从你刚刚讲，就是中国是大家公认不是一个很上轨道的一个政府，而且它的城乡差距这么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要去签这个卫生合作协议的部分，我想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放心了哈。因为第一个，我们知道过去几次的谈判，我们都是一直在退让，一直在退让。尤其看到我们在2008年所签署的食品安全协议的部分，我们本来在签署这个安全食品协议的部分是要透过源头来维护我们台湾国人的这个食品的安全，结果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政府官员啊，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市场上的卖的食品啊，他们都不敢吃，他们都不敢信任，所以他们这里特别的透过有这个专门供给的部分，或者是特别供给的部分，由他们自己的农场来提供这个食品啊，或者是自己租用农地来聘请这个农民种植蔬菜来养殖这个禽类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自己的高官啊，他们对自己的食品都不放心了，那你更何况说我们台湾人能够去放心？那另外的，我们看到你这个食品安全协议你签了以后呢，那最后发生这个毒奶事件，这个三聚氰胺的这个事件的部分，我们要向中国求偿，也都是一直目前都求偿无门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质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那个能耐可以去维护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把关。那因为你在当跟我们所有委员报告说你有这个五部的机制，但是你卫生署署长杨署长，你不保证说这是内阁的改组，你是会不会换或者是下一次你也可能也在做几年，那你总是还要离开嘛，那未来还有人谁可以去做把关？你们现在签了以后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像你这么有尬死可以去把关嘛，对不对？那所以在目前我们看到你对于五部的这个内容的部分，我们第一个对中国医师人员你不能过来台湾，也不能来这边考照也不能来这边执业，那另外更不开放中国的这个入资来台湾设立医院。那好了，我要请教署长，那假如他们把改头换面是变个港资来台湾投资的部分，你又奈他何呢？所有的这个设立医院呢，我们有医疗网计划，医疗网计划现在几乎已经差不多没有空间了。好，署长，这个你看核准的，你并不是单单你一个这个卫生署在把关了，对，是像陆委会也好，或者 是我们其他部位也好，你看看就是说，我们不开放专技人员来台湾考照，但是呢，教育部又在讲说，我们可以辅导大陆的技术士的认证，我们倒是觉得蛮莫名其妙的呢。好，另外的，好了，你现在又核准我们台商到大陆去设医院，下次他们设医院好了以后，
我们不保证你们的在大陆就要开放健保的给付。对，好了，署长，是，我现在请教你了。那这个你现在不，这个不保证，绝对不会，让我们大陆的医院，有这个健保给付嘛？台商现在，目前也要在那边设医院嘛？这是大院的决定嘛？哎，您啊，不要去冲他。那是大院的决定嘛？后面的那你要经过我们立法院的决定。喂喂喂！但事实上，我们从各方面的资讯里面，是啊、我们从各方面的资料里面看不到你们这个，未来啊，未来我们台商在大陆设医院，那未来台商一定给我们，台湾的政府很多的压力，包括你的卫生署一定给你很大的压力，让他们在那边也可以有健保给付。台商要到大陆去设医院了，我们卫生署管不到，这是一般的商业行为。他要来我们这边设，是我们可以管。那你刚刚讲署长港资哈、港资只能做财团法人院，一边关出来赛啊。好，你看哦，未来清楚嘛？港资的电装港资来台湾投资的哈，这财团法人院关出来的。但是因有管道啦、另外就是讲、你也曾经提到说、这个要在台让大陆的台商设医院、也能够在那边有健保的给付嘛，对不对？不你曾讲过嘛？对啊，不同意嘛？以前曾讲过说同意他们在台商设医院，台商设医院然后可以看台湾的健保，从来没有答应过啊。我们以前在之前的资讯里面就很清楚，没有，从来没有讲过嘛。你那个是《自由时报》，就是那个三明治搞出来的。我明明讲说大陆可能要谈这样，是大陆可能希望谈这个东西。你现在把《自由时报》把它当作是三明治哦，我想你这种发言哦，真的是侮辱不是我们媒体。本来那个就是《自由时报》自己创造出来的。你问《自由时报》不是你讲的吗？不是我讲的。没有，对不对？我讲说是大陆想谈这个，你今天还怪媒体哦。署长，不是署长，你不要在这打群，是不是乱讲？我不是，我真的是这个是他制造出来的。